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刚才那个女生呢？被一个男的带走了。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你还好吗？怎么啦？我又给你发消息啊？你以后不许不接我电话。星辰，更不许不告诉我，就一个人到处乱跑。我有给你发，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严先生，你也要答应我，你要好好的抱紧我，千万不要把我弄丢了。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不再是平行线。